做幼师的你想周身都张张你，用三年的时间，你想同时发展领导才能、 STEM 教育、幼儿语文、艺术教育、家庭教育和学识照顾多元需要，你有得选。幼儿教育荣誉学士是三年的兼读制课程，给你更了解自己兴趣发展所长，在涵盖九大范畴一共59个选修科里面选自己最想发展的专业，帮助你装备自己成为幼稚园明日领袖。无论你来自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，都可以选 CMI 中文班或者 EMI 英文班持续进修。了解详情，欢迎搜寻较大课程编号 C3B001 幼儿教育荣誉学士。